有点多。这样子吧。Good morning，早安。这个是有点熟悉，是谁啊？三个字，三个字，女生。佳颖啊。好，今天我们要上南横，所以早就有点先起床，然后等一下吃个早餐，我们就要往山上前进了。早上六点的闹钟叫醒了只睡不到五个小时的我们。虽然前一天骑了超过12小时的车，但今天也没喊着累。早上梳妆打理一下，就把装备上车，前往伟大的航道。发妹 ，CT 业务 ，CB 三百啊，准备要出发了。行李上车了。哎呀，不过停车场都会有猫踩上去，哎，这个大只的，黑鼻子哦，有备而来啊，这家伙，哇，完全不接受贿赂，才七点就感受到了热度，然后这样子，它这样就会一直逼紧，那它多余的部分再把它收好。出门就马上赶上二轮见名，你只是不能回转，你可以左转，是这样吗？哦，很棒哦，很棒哦。今日所迎接的是本次训车小环岛的目标——南横公路。在出发前，我们决定先开一个作战会议。对，你刚刚说亲戚没有错。我们要去桃园，桃园 Seven 先补部分货。然后再到梅兰，所以我们要北横全景，梅兰全家便利商店跟梅兰加油站跟梅兰教会。今天主要就是梅兰教会跟出来桥，然后我已经觉得在那边打卡，说梅兰教出来桥。对，那。一般想一早冲南横的人，西进多半会选择住在西部的御景、甲仙、宝来；东进则会选择池上或玉里。我们则是想要完整的走完台二十全线，所以选择从台南市区台二十线零 K 的路牌出发。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多两个小时的车程。才会到大家所认知的南横公路的起点。台二十线的前段是平地路段，笔直的道路还感受不出南横公路的味道。台南市区内的台二十线在上班时段让我们塞了个粗饱，还好出了台南市区后车流量迅速减少，用路人的车速普遍飞快，一不小心就变成拉尾数的路段。其中一个路段对向的司机大哥们闪了闪远灯，好心提醒了我们有移动式照相，大大好人一生平安。七月盛夏，一早就挺热的，骑了一小时的我们决定在御景拐进御景青果市场享受一顿芒果冰。那个萤火部落大哥说来这边吃哦，就可以走了，走吧走吧。我还没弄哦，花冰应该不算好吃。哎，笑死！啊，我要带底片来。
几片相机，像那一卷那个300，财务自由的人的玩具。什么东西拍之前要思考？一秒钟烧30下。86就可以去那个骑兵了，骑兵就是台南下去，可以直接接巴士进来这边，到走马濑这边。有哎、欸，看起来是有。哎、欸，他把灯也拿起来了哎、欸。他之所以不拍我们，是因为我们是机车，我们没有前面的车牌，然后拍不到、啊。中北部骑红黄牌重机下来的车友。多数应该都是走台61西滨公路到台南，再接台84快速道路，终点呢就在御景。再沿着台20骑一会儿，就会见到这个南横起点路牌。南横起点。你要去骑南横吗？啊，对。来，1、2、3，来，你看一下。从台南到御景，再往甲仙，一路上感觉非常陌生。南横公路相隔13年后终于通了，但是对我而言，则是暌违20年以上的再造访。根据向父母考证，全家小时候去过2次南横，当时的我还小。当然也没有汽机车驾照，坐在汽车后座就穿越了南横。除了崖口和大关山隧道外，几乎没有留下太多印象。也难怪，无论是御景的芒果，或是甲仙的芋头，都不存在我的记忆之中。20/105线，每三口到现在每到24，不对，开放性公路，要为找来投院。走了。过了甲仙之后，就正式进入台20线南横公路的山区段。道路品质不错，路幅的弯曲程度刚刚好，对重量轻、轴距短的挡车非常友善。骑着骑着，速度也不自觉地加速了起来。车子左右压弯了几十遍，翻完山头，穿过了几座桥，来到了宝来。这边是许多 biker 们亦游南横的前哨站住宿点。我们在宝来没有多做停留，直接前往下一个村落。根据南横公路的专题报道，宝来是因应南横公路的开发才诞生的村落。过去南横旅游盛行时，充满了饭店、民宿以及温泉业者。但一个88风灾——莫拉克台风，不仅让南横中断近13年，也重创了沿线的聚落生意。宝来就是其中一个经济重灾区。接连掠过甲仙和宝来，我们按照原定计划在桃园市区停留一下。这边有西进南横的最后一间小七便利商店，还有原住民的烤山猪肉。我已经在闪灯哎，但是应该可以了，10公里。现在到了桃园，这边有 Seven， 然后这边有国小，可以稍微休息一下，买下的东西。那我决定去
7-Eleven 看一下有什么可以吃，再看看。这个地方叫做什么？这是什么族啊？原住民。在接下来的路上，我们将看到许多被台风及豪雨所重创的痕迹，包含接连两度被台风及大雨袭击冲毁的明霸客路桥。对，像这钢便桥啊，那个原本花10亿元做的那个桥，2018年盖好，然后去年就坍掉了。它像是挖一个小洞，然后让水流出来。哇，这个路看好扯哦，看好扯，太扯了。去年那个整个土石流啊，就冲下来啊。他们说明霸客路桥原本是要做什么50年的抗洪，结果才3年就被冲坏了。钢便桥是用货柜撑起来的。哎，不然站起来视野比较好。站起来录一些画面。哎，这样真的太适合站着骑了，手把刚刚好。许多车友的另一半都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这么迷恋骑这些又远又长的高山公路。一听到南横公路全线复通后，甘愿骑上数百公里的车程，受到路山管制时间的限制，只为了一览南横这高山公路的壮丽美景，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我们更怕的是，哪一天在一个台风和地震来袭，南横可能又要中断了，所以才赶紧把这错过的十几年赶紧收入回忆中。他刚刚写全家500公尺，加油站600公尺。由于早上从台南出门的时间比预定晚，中午休息时间也比预期久，抵达梅兰已经接近了中午。我们讨论后决定直接在梅兰简单吃个中餐，只要在下午2点前进去梅山口管制点就好。梅兰全家，好，可以啊，好啊，大菜哦，好，没奖金，赞，好，这可以啊。随着南横的复通，梅兰也进驻了新的便利商店。我们去的这一天，各式商品和食物都非常的充裕。梅兰也有西进南横中最后一个加油站，相当适合作为休息整装的停留点。吃完中餐，买完零食，补充完油料，我们也正式出发了。从梅兰只需要数分钟的行车时间，便会来到梅山口管制点。
南横的开放时段呢，是每日上午的7点至下午2点前进入，并于当日下午5点前离开管制路段。另外呢，每周二及周四是不开放的，也会因应天后机动管制开放，因此建议在出发前还有当日早上呢，就要再上网再度确认，免得白跑一趟。入口会以监视器辨识车牌，那南横整段呢也有许多的监视器，因此你白天进去的车辆别想偷偷的留在山上，或是偷偷的坐车速。过管制点后，路牌写着台20/105线。从这段到天池的影片，我以每公里的路牌以及隧道截路景色的变化，同时跟大家聊聊 CT125 骑到目前的心得。CT125 原厂设定相当适合爬山，虽然小排量的速度无法与平时骑习惯的重机相比。想当年骑 CB1000R 上五岭，心想什么是上坡，什么是高山症。但是为了越野搭配的前14后39前后持笔，大坡度的上坡也不至于定杆，整路都维持在2档和3档之间，除了停车之外也没有用到1档。比起之前骑 CC110 跑北横的经验， CT125 在上坡的路段更显得游刃有余。至于 CT125 的装载能力，有了原厂大坡架以及加装的前西装架，真的是长途旅游的心头好。后方放了60公升的包包，后货架空间都还有余韵，前方放了20公升的防水包也没有问题。我为了把包包塞满，这次啊已经放了许多不必要的行李在里头，像是折叠椅啊、折叠桌，这个我也没有要露营啊，但是装了过重以及尺寸过大的装备，还是会稍微影响操控性及爬坡能力，所以这个还需要车主来自行评估要带多少的行李咯。
们造访的这天是平日的周五，但天池这边呢还是停满了大大小小的车辆。那我们后面有发现呢，其实往天池两侧延伸，其实还是有四轮的停车位，所以就是开四轮的车友们呢，其实是可以开到远一点点的地方停，然后再走路到天池这边来也是没问题的。笑死了！我上去哦，要去厕所啊？厕所？去啊？就在空拍机上就好了。我就烂。算什么？第二餐的中餐，我们刚刚是算下午茶哦。好好好，拍全程啊！你把车子举起来，你就全程都能像猴子一样扭来扭去。并不很直观但是你的车，你站起来不觉得重心会有点怪怪的吗？因为你脚踏比较前面。对，然后我的手摆比较。对 对, 對，然后就对啊，像蹲马桶那种感觉。那我刚刚发现，如果屁股坐右边，车撞我。有，我刚看你就是很猴啊！来，我们看一下重播画面，这样子，噔噔。刚飞了一趟空拍机，然后我们现在要继续前往下一关，崖口大关山隧道那边前进了 ，Go！南横公路是禁止生明火和主食，因此呢，我们事先在梅兰和桃园买了一些熟食带上来吃。在天池吃完不知道是第二顿中餐还是下午茶之后，就要准备翻过崖口下台东了。天池往崖口的路段，我同样截录每公里的路牌及隧道记录。首先移过天池长青池之后，就看到了大片山崩过的整理痕迹，刚刚的空拍画面也应该有清楚拍到。接下来这数百公尺就全都是曾经崩塌过、重新整理过的模样，这是很难让人相信这整片当初都是一片断垣残壁。感谢南横公路段多年的抢修，我们现在才能重新踏上这条道路。这段路线的海拔也开始爬升得更高，除了会路过千年神木群、快古神木，湿气呢感觉也更重，给人一种云雾缭绕的感觉。当雾气跟湿气结合在一起，可以想见呢，就是路面会开始有点湿滑，天空呢会开始下点小雨，这就是高山公路容易遇到的状况。还有几段尚在施工的路段，刚刚见到的就是其中之一。山壁上呢有大片的土石、重机具和砂石车，路面呢也是夹杂着碎石和泥泞地。这段呢是在做截弯曲直的道路工程，减少因山崩瘫痪南横的几率。南横最高点崖口的海拔是2722公尺。透过这个傻瓜数学法，你可以算出它的温度呢将会比平地低上16度。即使在夏天呢，山上也是非常的凉爽。
那建议骑两轮上山的车友呢，其实是夏天也要准备好你的御寒衣物，最好要有点防雨的效果，你在山上呢比较不会着凉。平日礼拜五还是很多人在那边拍照，然后这是全台最高的红绿灯，但现在没有在运作，就是人工在运作。然后大关山隧道旁边其实是可以走上去，它其实是个登山的步道，所以你可以走。走上去哪里？你看你那边都有人，高高的，然后这样一摔就这样，直接这样直接摔下来，就是可以少走很多路，蛮方便的。准备要下山了，好好笑哦！你是抱着另外一台车，然后再上来吗？在他的车上跨车，你的车再多跨几次，你就会在抽筋了。我昨天是顶到我那个脚大哦。在崖口停留了好一阵子，
比原定计划时间延误更久了，于是我们准备下山。这边让我引述同行友人 Nova 所说的话：如果北横是老天给的一条路，中横就是跟老天借一条路，南横就是跟老天抢一条路。很开心能在暌违十几二十年后再度造访南横垭口，一瞥这壮丽的景致。垭口是南横的制高点，海拔2722公尺，虽然不落台湾公路的最高点武陵的海拔3275公尺，但高度也已经够高了。原本以为 CT125 会出现的高山症反应反而是还好，可能视频池就已经够慢了，因此也没有特别察觉。上面那个是人吗？真的有人哎、欸！哇，那石工好恐怖哦！一起步就看到了一大片的崩壁，而且比天池那段的规模再大上了许多，难怪花了十多年才整治完成，可能也还没有整治完成，因为呢，我们当天依然看到崩壁上面有人员在施工，只能再度对工程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不过本趟南横之行也令人讶异，整段南横除了桃园区玉碎溪因土石流冲回民霸科路桥，目前是以钢便桥通行，以及刚才在长青池到垭口之间有一小段正在整治的路段外，南横整体的路况比北横和中横都还要好，而且是好上许多。经过十多年的整治，多数的摊方路段都已经整理完毕，多数的路面都是新铺的，道路的规格也跟着提升。许多过去易摊方的路段都改为桥梁式截弯曲直。虽然南横的梅山口到向阳管制区调降为临时变道台20/0105线，但整体的用路环境是相当好的。此时已经超过了下午4点，接近5点的管制时段。这时候已经没有上山的车流，仅剩下3-3/2准备下山的四轮车辆。我们找了段直线超越后，就好像独占了整条南横公路，好好享受跟引擎的对话。小排量车款的动力劣势，到了下坡的路段，差距也就没有这么大了。我也努力追挤着黄牌的挡车，正所谓上坡一条虫，下坡一条龙。这层应该短时间应该不会动了。对啊 ，Airstream 啊。出了向阳管制站，总算放下心中的大石头，也上了厕所舒缓一下。大伙讨论，因为不想要走夜路，决定直奔下山。原本计划要造访的力道部落以及六口温泉就留给下次吧。不过才走到了摩天，我们又被眼前的画面给吸引住停下来了。耶稣公，哇，我一路杀冲过。
从摩天往池上的路段，因为我们赶时间，将近40公里的路程都没有停下来。随着海拔越来越低，也到了峡谷的地形，有点类似太鲁阁，让人误以为是走在中横的错觉。如果不赶时间的话，会非常推荐大家可以在这边停留几个点，看看峡谷的景致。最后来到了初来桥，今日的台20线全线的行程也接近到尾声。这个啊，不是我这么明显的初来桥，我刚滑掉，你有看到吗？有没有看到？什么时候的事情？就突然慢下来那时候。你说你在前面的时候，你是压到那个吗？真压到东西。哎呀！好，我是人生跑马灯。终点。我们今天真的从头骑到尾，哎，我竟然变真空带了。这边呢，就是台20的终点，203.982，那这个是南横公路的终点啦。那我们今天真的就是从台南以黑开始挑战，骑完全程203.982，这样到台东的池上。那今天的旅程大概就到这边了，也蛮累的。那事实证明今天这台车呢 ,CT 业务就是还蛮适合的啦。那虽然动力没办法跟车友的黄牌相比，但是算是也还是足够啦，就是上下山都还可以，就不会骑不动定杆，没有这种事。然后大的货架带包包真的很刚好，然后我也带空拍机飞了很多精彩的画面，那个人是觉得非常不错，蛮适合单人旅游用这个东西。好，那接下来就是在东部耍废咯。